鸡聊聊聊聊聊，嘿，上班啦！我们今天是去录那个来看我们的演唱会，对。然后你有准备什么舞台惊喜吗？这次的舞台惊喜就是今天这两首歌全部就在我音域以外的两首歌，我还准备了一个跟我平时唱歌不太一样的音色，就是这两首歌就对动漫那种动漫歌手对这种歌曲的演绎，就那种新的状态是之前没有过的，这个就是惊喜，大家等着到时候看见。告诉我你要做唱跳歌手？我不要，我只是配合兄弟们，大家愿意做这件事情我只是配合，包括笙哥也是在配合而已，就到时候大家看看节目就知道了。对对对，妈，笙哥昨天真的，笙哥说不知怎么办，你跳不跳？你跳我就跳。我笙哥，我跳。笙哥说，哎，我跳。我太难了。笙哥，我说笙哥你这样，我说我俩呢，你平时弹吉他吗？因为要做那个 Michael 的那个动作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，他觉得很羞耻，你知道吗？要扶住自己的，不是。我说这样，笙哥，我说我知道你羞耻的点在哪里。我说我们刚才不是有麦架吗？我说咱俩就拿着麦架，就假装弹吉他，跟他一块做动作就得。笙哥说 OK OK 没问题。因为我也觉得那个地方有点羞耻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等于说浩明、远远、月心他们三个人做那个 Michael 的那个完整版的动作，我跟笙哥做减配吧，因为我们两个就弹吉他嘛，因为 Michael 的演唱会旁边刚好有两个吉他手在弹吉他，我们就还原那样的一个场景。到地方了，到了，开始录制了，让我们炸翻这个现场，耶！试一下，什么这种歌？哎呦我的妈！稍微立远点就可以了，近的肯定不行。那个直角不行，我说你先，你的头先对着我的脚，你先躺，躺，再躺，哎，不行，再往那边躺。对，这个距离才是对的。对，这样才能跑。然后呢？这样子跑起来吗？这样啊，就跑起来了。操！你们特别像那个。就你俩这样是吧？你要吗？我不要。那我也不要。哈哈，真香！哎呀，哈哈，真香！哎呀，哈哈，真香！还有一个彩蛋。哎，同款吗？不会是同款吧？哈哈哈！哎呦我的妈！是你给我的呀？好的，我送你的。对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喜欢本期的虎鸡聊聊吗？那么就请您点赞、关注、留言，和我互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嗨嗨嗨嗨。